有很多粉丝朋友想让艾米出一期整理书桌的视频，今天就让他给我们安排。不是我不给大家拍，而是因为我整理书桌实在是太难了呀，我的日我像。既然大家那么想看的话，那我就给大家来一节沉浸式的整理书桌，让大家过过耳瘾。宇航员，我最喜欢那款。都落灰了，待会儿得好好洗洗了。这是我的存钱罐罐，必须好好的拿着，别掉了。是真的脏啊。里面擦不下来了，只要我看不见，别人就看不见。才上四年级，这么一堆的笔，这叫有备无患。你们看看呢，这八支笔前天还用的时候都有帽啊，这回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解释啊？搞丢了。艾米的笔帽一掉在地上，拿铁叼住就跑了，所以总是一些笔找不到帽子。书桌已经整理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干净多了，给看一下啊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干净的一次，是不是焕然一新？那大家就给我点一个赞，支持一下吧。